由淡水邓公国小大鼓队带来的精彩表演，为今天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的一楼坎顶邮局开幕进行开场。而为了让新市镇居民能够更方便来办理邮政业务，今天上午在淡水行政中心由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三重邮局举办了这一场开幕剪彩仪式，宣布这间邮局正式启用。那这边一直都没有邮局，造成这边民众用邮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把淡水的义山邮局呢迁移到这边来。这边的使用面积有172坪，空间非常的宽敞，那我们可以提供更优质、更舒适的一些用邮环境，而且这边停车也是非常的方便。那以目前坎顶里的人口数啊，也在淡水区算是名列前茅第一名。那目前是有超过一万人以上哈，那希望说淡水新市镇的开发能够引进很多的人口进驻到坎顶里。在地里长表示，由于淡水坎顶人口随着新市镇的发展逐年升高，已经突破了10000人口，要升成为淡水区第一大里。而在这一间坎顶邮局开幕之后，不只是让在地居民临近的北投子、新村里、皮岛里，甚至是义山里都能够受惠，而今天许多市议员也都到场参与。那目前在我们的轻轨还有淡江大桥陆陆续续的要来完成了，我想在淡水还有坎顶这个地方一定有另一波的高潮哦。那我现在都蛮呼吁所有的乡亲朋友，如果要购物等等哦，现在是最好的时段哦。盖台反正地方也较方便。有咱地方啊，这个亲戚天啊，人愈来愈多啊，所以邮局啊，嘛当寄钱，啊嘛咱嘛当伫个遮来服务哦，会当我们继续方便的，啊，因为咱在膨胀足紧。今天我们这个淡水坎顶邮局启用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区公所有更多的服务项目，那包括我们整个淡海新市镇，然后还有水堆的居民都可以来这边来办公洽公。那这里的停车位整个他的生活机能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可能民众一出门他就可以一次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原来是在义山邮局那边，那义山那边因为局屋呢是很拥挤，然后也很老旧，那一些用友民众停车也不方便，那一些用友民众感觉很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迁移到这边。三重邮局表示，原本在新市镇地区距离最近的邮局就在义山邮局，但是已经使用了34年的义山邮局，不仅是空间老旧狭小，停车也不方便，因此在去年行政大楼启用之后，就预计要搬迁到这里。而新的邮局不只是有180坪的大空间，不论是金融业务、邮政业务，一样都没有少。而淡水局长说，在邮局启用之后，更为这一栋的行政大楼功能拼上最后一块拼图。今天开始，我们这栋大楼就有7个单位来对外服务哈。那当然，邮局它的业务是多方面的哈。那不只是提供我们这栋大楼的服务哈，还包括我们北部这边，我们到淡海新市镇哈，包括以北的相关的里哈，这边有3-4万人在这边哈来做一个服务。也希望他们能够有那么好的空间，能够相对的哈，能提升更好的服务品质。在今天启用典礼的现场，许多民众早已到邮局里头办理业务，可见坎顶里以及附近居民对于邮局的需求。此外，为了庆祝这一场启用，从上午到中午，坎顶邮局更准备了纪念邮戳，上头以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的图样为主，更让许多民众抢着领取作为纪念。而邮局也期盼未来坎顶邮局能够为民众带来更好、更便利的服务。记者许敦义淡水采访报道。